基督生活文化节是由沙鹿圣教会与港区归主圣教会一同举办，在每年复活节前夕透过音乐晚会的方式进行，让音乐文化与基督一同进入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中。当天下午会到教会附近采街宣传，并在各个地点唱诗祷告，宣扬耶稣复活了。圣教会，港区归主圣教会，愿你平安。这个活动在我们教会已经办第四年，然后我们主要是借由走出去与当地居民互动，把复活节这个消息就是带给当地居民，然后也把就是这个信仰对我们的影响，还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改变，然后也让这些居民可以知道。我觉得这真的很棒，因为这是一个能跟社区能直接第一线的接触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所谓十年的带状的活动，让沙鹿地方的朋友能够产生一种印象，有许多店家其实他们是带着期待的心理，他们会很欢迎我们说，哇，一年又一年了吗？这个事工是沙鹿圣教会跟港区归主圣教会两个会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携手合作。那也因为这样的活动，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被动员起来。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拿起我们手边所能够做的一点点的事情，能够来成就上帝极大的荣耀。用你的双手一起来打着节拍，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节拍来欢迎他们进场。音乐晚会来向我们海线的朋友来宣告我们复活节的意义。我们知道掌管明天的是谁，我们有真实的平安。我是谁掌管明天，愿各位平安。我们心里面所经历的那一份的平安，也能够成为所有这块土地上这一些朋友们你们心中的平安。上帝，但愿你的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把所有内心的不安从我们的生命灵魂里面除去，让我们从惧怕当中得着释放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Yeah.